婉婷台北报道。经典偶像剧的预电影版找来心血重新演绎，最近在宣布邀请破亿档演员郑国加入特别演出，他在片中饰演火哥一角，与主角林百瑞、王静、毛弟邱雨辰等人有重要对手戏。邱雨辰自曝小时候因为剃平头，大家都说我跟爷郑国长得很像，至于长大后也和相似之处。邱雨辰笑说两人味道非常不同，爷郑国只要站住就有大哥的气质，我则是像个小老大。斗鱼日前在台南台江大道封路拍摄倒车桥段，动员近500位的林爷，还原1987年代的热血大车盛况。此次参与斗鱼电影版特别演出，严正国谦虚地说放下过去，学习其他不一样的面相。他回忆起那个飙车盛行的年代，正是自己15、6岁时期，当时正逢叛逆期，虽自己没有勇气加入这类团队，但是斗鱼电影版愿意呈现当时大车盛况，分享给时下的年轻人作为警惕，他认为是一件非常好的事。严正国透露，最初接到邀请时还撑住角斗二宣传空档到片场探班，在与导演柯汉臣讨论后就立刻答应演出。对于严正国一起对戏，林百瑞直呼第一眼看到国歌便觉得他很酷，很有态度，开拍后也可以直接进入角色状态，就连只是拍一个拉背镜头国歌都会给足情绪。其他年轻演员也不约而同大赞严正国非常亲切。斗鱼电影版谣言正国中特别演出火个一角，多曼尼提公毛弟邱雨辰左自曝小时候与严正国又长得有几分相似。多曼尼提供。